哥，启蒙，大哥，大哥，站住，大哥，站住，别跑！啊啊！你别过来！别过来！我们不过去，你这小娘子的身子不就憋坏了？你再过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很厉害的，一具尸体你也想要？好啊，你来试试。想啊，试试就试试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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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！都别过来！他们碰你了吗？没有。再敢出现在变毒城，我杀了你们！试试，快滚！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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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你别走。事情已经帮你摆平了，还拉着我干什么？你今天不说清楚，我就跟定你了。快走！我让你走，你听见了吗？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样是吗？好，你去白川口走一遭鬼门关，你看看，看看那一万个兄弟死在你面前是什么滋味。我回来只是为了平步青云，你想拉着我，你配吗？你变了。人都会变，你也是，还不快滚！为什么刺杀我？赵小倩，你为将不仁，草菅人命。白川口上万将士亡灵，我替我儿子，我向你逃命来了。你还我儿子，我儿子就是做官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儿子叫什么？我儿子叫周时贤，我儿子是周时贤。武七营副鹏官周时贤，驻军二年，古城乱战，守城而亡。